乔乔，这两天你去哪儿了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，担心死我了。你不是不敢来见我吗？不是，是我妈偷了我手机，她模仿我的语气跟你发的信息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今天回来，我真的有好多话要对你。从你妈给了我离婚协议书开始，我就跟你没话可说。我妈说了，那账单就是个激将法，她就是想给你一点压力，好让你原谅我。老婆，你不在的这些天里，我每天晚上都失眠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栾玉发誓，从今天开始，不会让你为我流一滴眼泪。我妈答应我了，只要不离婚，那离婚补偿费她绝不追究。婚礼我们再补办一次，这次我们去森林公园，去海岛也行。我要给你买全世界最漂亮的婚纱和水晶鞋。做梦！栾宇，我告诉你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离婚补偿费一个子儿也不能少。妈，咱俩不是说好，该赔多少钱不是你说了算的，我们会按法律程序走，该赔的钱一分也不会少。栾宇，这婚我离定了。不，乔乔。妈，咱俩不是都妈什么妈？跟我回家，走。不是，回家。妈，我都已经快打动他了，我都快成功了。谁说的？不是，走我。还好你陪我回来，要是我一个人的话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好聚好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还是等律师出结果吧。嗯。啊，喂，爸，怎么了？谷桥的事儿忙完了吗？嗯，应该快了吧。你听我跟你说，你方阿姨呀，说她侄子今天倒休，想和你见个面。啊，爸，这个我……你方阿姨很喜欢你，我答应人家了。一会儿我把地址发过去。这是跟对方律师以和解的前提下商议出的最新协议。你们看一下，我觉得其他的都好说，主要还是钱的问题。谈到了多少？195万。是这样，对方提供的资料里面呢，有一张谷小姐的父母双双签字按手印的借条，上面写着于2018年9月向栾宇先生借款205万，用于全款购房，扣除婚前的10万，剩下195万。由于借款人是谷小姐的父母，从法律上讲，这笔钱理应由谷小姐的父母来偿还，所以呢，可是我妈当时跟我说过，这房子我们只付了首付，且这钱还是我弟弟做生意挣的，再加上我父母这些年的积蓄。这个欠条呢是复印件，原件还在他们手中。哥哥，我先回去一趟。我陪你回去，这件事情只能我自己解决。顾律师，谢谢你。嗯。哟，逃婚的新娘子回来了，你回来干什么？你凭着一己之力把一个好好的婚礼搞得是乌烟瘴气的，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你弟弟的婚事拜你所赐，可能也要黄了。行了，别说了。那接下去栾家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
肯定是全家人到人家栾家去，赔礼道歉，赔不是。我要离婚。啊？离婚离婚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18岁的黄花大闺女吗？好好说，好好说。顾乔，妈妈是过来人，妈妈太懂得这里头的利害关系了。你年纪轻轻的，刚刚结婚你就离婚，你成什么了？你就是二婚，知道吗？你觉得哪个男的还会喜欢你来娶一个二婚的女孩？妈妈真的是为你好。妈，这就是你为我好吗？你看现在网上不是都说吗，很多男人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，犯了错误没关系，改正错误就行了。那你犯错误怎么办？日子不过了吗？不照样过吗？你要真为我好，就把那195万还了。什么195万？你借栾家的195万，现在立刻马上还回去。给你弟弟买房了，没了。那就把房子卖了呀。你看，他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。哎呦，顾乔，你把自己好好的幸福生活你不要了，不要就不要了，算了，不要了。那么你弟弟呢？你弟弟的幸福生活你考虑过吗？本身我们全家脸已经丢尽了，你现在还要把你弟弟结婚的房子卖了，他就更结不了婚了，怎么办？女儿啊，爸爸理解你，也尊重你，但是你说要卖房子那事儿吧，我觉得是欠考虑的。你知道你弟弟没本事，如果不是我们买这个房，你弟弟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啊。你现在说要把这个房子卖了，那这是把我和你妈往火坑里推呀。好，这房子不用买，钱我自己还，但这婚我必须离。哎哎哎，那个钱我们也可以帮着还一点的啊！你这么点退休工资，你还到什么时候去啊？顾乔，就算你要离婚，能不能等你弟弟结了婚以后你再离？我们不能两头都没了呀！你怎么能出这个主意啊？你肯定不好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女儿，你多冷静冷静啊，再仔细想一想。哎，姐。哎呀，姐，你干嘛去啊？姐，爸妈都一把年纪了，你怎么还这样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还教育上我了？我把我送你的表还回。哎，别，姐，放手！你孝顺，你来。姐，你